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带我弟来理理发，正好马上要开学了嘞，是吧？是。五一放着五天假，带他去把头发理理的长，太热了，天也热了，头发长太热，容易上火。反正理短点儿，看理吧。行。夏天了，有点太热。这是两块了呗，对呀，直接头发没长，理完了再洗洗。我精神多了呗，凉快了呗，凉快。现在天热了，丽丽不上火了。现在上感冒了。回家再洗洗吧，淋点儿头发。给你学着去。本来这个好疼。我姐姐带我理了理头发，你看好看没？好看，一下理下来。夏天有点凉快了。这不热了。要找头发一下养起来。看这太阳快落下来，在啥时候去？又来回事，慢慢又来走。啊。羊一边吃，再一边往回走。行了，正好走过去，天黑了，是吧？是。又跑的又跑点好走。你看这看前边有呗。看这地里有呗，有了吧？来吧。来吧，你把搁到这儿，搁上这儿吃吧。我不在这儿摆上。现在这多少钱一斤呢？七块。是啊。多呗，这俩。多。本万块。一边放羊，还一边包奔到这药材。要包人本万。本那好头还是不少。七块钱一斤。是啊。每天。每天放羊，本上好头。挣个零花钱。用搁买菜吃。买菜也吃不了。你实惠呗。我现在感觉到实惠了，以前不叫没得，每天溜达，不叫没得。现在上还一个天天大。现在，感觉多下坠厉害，而且走两步感觉腰疼的都没。一直在涨里边，一直在涨。越涨快就往下坠去了。每天换躺床，得水也不湿，那是累。那湿一会儿，那坐月都坐月都轻轻了都。小亮啥时候来？有点快了吧？他这两天把活儿做了。他就快生二年了。应该快了，他也知道。一天就到那啥了？就这个月底啊。是啊。就这个，反正就这个月的。这月底了，你说他快生了，你给我打电话的，我去。我伺候几天了，咱们明天一起伺候的。行了，到时候看看。头两天有人，后边了，慢慢的走。生了那啥了，那生顺产了吧，都好生。是不是？你婆那婆那都肥了。到时候看看。那啥了，你给我打电话。行了，再了。我也练，马上也升级，马上当舅舅了。长舅舅了。高兴。他羊吃饱了，自己往回跑嘞。羊，大家嘞。哎呦，慢点，那羊。